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特。今天我来分享新的魔咒试炼穿越迷雾的超简单通关方法。那我们就不啰嗦，直接开始吧。好，那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大家只要能照着我做，就一定会成功。我们就拉着哼吉碰之后，对不对？立刻这样拉到巫师前面，然后我们就等这个敌人集中。完全不需要移动，对，我们只要等敌人集中，非常的简单啊，这真的是非常的简单。那爆炸之后，我们的二闪压也刚好会魔力转好，我们就是这样丢出去。好，没事做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就等他自己二闪压这样转转转，转完的时候生物也刚好出去玩玩。OK， 就是这样，轻松搞定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内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还有留言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鼓励。我是腿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。